早安，我们只睡了一两个小时，累到爆，累到爆，眼睛都睁不开，好痛哦！才睡一个小时，隐形眼镜都戴不上去。我们现在要去搭我们订的那个 National Express 的 tour 的行程的巴士。对，它这个哦，好难走哦。我们昨天找了半天，还问了两三个人，服务人员哦，饭店服务人员，才终于找到我们要坐车的那个地方。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5:30左右。加油，我们今天还要爬山呢，要去羚羊谷跟马蹄湾。对，所以期待可以在车上补眠一下，应该会车程还蛮久的。我们整个行程的时间是13小时，非常的久。好 ，Go。如果我们是从威尼斯人订这个行程的话呢，我们要从这个地下室走下去，有一个手扶梯，下面有一个巴士站，应该不会错了啦，就是这里了吧 ？Ground Transportation， 他们很多行程的 bus 都在这边搭。Brush my hair, always looking like a mess. Only me, I could go and do the press. Give it a little more faith, I'll be set. 是个停车场地方。Now I'm stuck in my bed, day and night, never feel my best. I know.所以我们现在成功的上到大巴了，先搭了小巴5分钟之后换成大巴，满满的人啊，要去那个羚羊谷。我们现在还在犹他州，然后刚刚去上厕所15分钟，超级赶。上车之后发了这个。Valley 的燕麦棒当点心。大家看那些岩壁上面啊，有非常多不同层的颜色嘛，那些深浅不一啊，其实都是因为那边有不同的矿物，所以会造成它的那个石头会呈现，像是铁质的话就是红色嘛，包括大峡谷啊，还有前面有一个 Glen Canyon， 也是一个国家公园，几百万年前都是沉在海里的。其实沿路上呢，导览还讲了蛮多个有趣的关于这些地方的一些事情的，像是我们前面呢，在犹他州那边有经过一个城，那边的家庭平均人数是 10.5， 他们每一个老公啊，平均有3个老婆，因为他们那边呢要生很多小孩才能够去，应该是跟政府申请一些补助的东西吧，因为他们普遍都很贫穷这样，所以那边的镇长呢自己有35个小孩，然后最年轻的老婆只有12岁，真的很夸张的一件事情，一个神秘的小镇嘛。Hello， 我们坐了5个小时左右的车，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第一个 tour 的景点马蹄湾。好远哦，然后车上又好冷，这里又好热，这个温差真的是有够大哎，好夸张哦。我们现在在 Arizona 亚利桑那州的佩基，这个地方有7000多个居民居住在这里。那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马蹄湾呢，它是受到科罗拉多河切割而成，也就是在不知道几百万年前的时候，科罗拉多河其实原本是直直的流，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觉得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，是一种奇迹，它突然就转弯了，转弯了它的流向，就把它切割成一个马蹄的形状， Omega 的形状，所以这里的英文就叫做 Horseshoe Bend。停车场的地方走到马蹄湾需要步行一段距离，我也不知道多长，可能要10几分钟。然后我们在这边停留的时间大概是不到1个小时，还要加上上厕所的时间，
没办法，远道而来参加 tour 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自己开车又嫌远，超远的，超麻烦的。这边的景色呢，哦，一片荒凉，是一个沙漠感。这边很多人，超远的，看这个后面都是这种沙漠植物。他们说马蹄湾要拍的呢，你可以把你的脚挂在悬崖一边，但是要小心。现在人好多，难怪大家说要拿广角拍比较好。是一个马蹄的形状。下面有船呢，那边妹妹都坐在那边。这边大家都要很小心，因为每年有非常多人为了拍照就再见了。现在要换一个小巴载我们去 Canyon X。